脂肪有21.5克。每一天都会想起我在金马伦的。宝贝又是谁？哦。今天的影片呢 ，sponsored by 阿雅的台客鸡排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鸡排档哦，将会在明天星期六的时候正式营业，1点钟在 Sutra 的江津令那边呢，你们来 support 一下我投入在这个饮食业的鸡排啦。过后呢，我们会拍一个影片跟大家讲我们台客鸡排里面的鸡是怎样，好不好吃啊，还是怎样怎样啊 ？OK。所以敬请期待。I don't wanna never see, never see you. I don't wanna never be good. 哈哈哈哈哈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靓仔 Steve， 还有我们的哎呀 ，baby 哥。今天也是开箱试吃，可是在开箱试吃之前，先开掉我80年前的东西，之前还没有这个16之前就寄来了。这样久啊？太久了。我怎么现在才开？我忘记的。我因为我放在我的第一辆 Vios 的车后箱了。够久啊。然后我换了车过后就没有看他了。对，非常拍写拍写啊！我不是没有去看你们的东西，只是放在那边忘记掉。先来开一下这个，哎，切！哇，有卡的嘞，请输。过了咯，嗯咯，搞不好人家俩结婚了哎，是咯，错过机会呀，真的，哇，真的很长嘞，我够了，够了。哎，奇怪，这个是，这个不是啦，这个是另外一个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打开这个。哦，这个又有情书哦，这个车，这是应该不会错了，因为情书在里面。来念一下啊，最领，最领茶怪懒的阿雅，首先要祝福你 Happy Birthday， 哇，我生日，本来应该是 去年生日，送你手机壳当做小小心意，希望你不要见怪，希望你会喜欢，不喜欢的话也要硬硬喜欢，快快破1 million subscriber， 你的没网络 challenge 能快点结束，哇，还没网络。哇，真的很久啊！哇，这个是没网络世界的哇。最后可以的话，帮我share一下。哇，我share的话，你还有在卖吗？微信号是这个啦，okay. 放在下面。老子最帅啊，不要玩啦、啊！最领得力的阿雅，我放啊，不懂啊，还有没有卖完？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OK，Next，、okay, 这是谁送的？是来自。新加坡，哇、哦，新加坡的朋友啊，哦、新加坡的朋友啊，哇，这个是小威基迪奥纳寄来的，我大概记得这个是什么了，这个是一个相框，这个我就摸到有点像相框，我是担心它以后是要你用。哇！吓死我！我以为真的是，我以为真的是要我用。哇！哎，可是这个是他亲手画的嘞，说嘞。哇！那你呼？这个可能真的可以用了，知道吗？今天还有一个，主要就是怎么会有一个钱包啊？锦囊或者是遗书。哦，香的哦！不要跟我讲，也是他亲手做的、哦。不过我喜欢他画的，你看他画的，哦哟，我也是很会画画的哈、哦。真的呗？你不要小看我画画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以前的俊也只画画的。我不说，我可以画到不像他的。哦 ，tomato！ 哇 ，tomato 你可以用了，以后真的，以后有什么事你就可以拿来用了。哇，蓝呢？你太过分了，你把 tomato 画到这样好看，然后。把我画到、啊、也是不错的，我会替你转交给 Tomato 的。好，当他有事的时候。现在正式开箱我们的东西。开箱试吃，耶、yeah, yeah, ！我六，
这个到底跟普通 Oreo 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它是哦 ，peach 哦 ，peach 口味。海滩吗？不可以，你懂吗？你想到哪里去？可以可以可以。This is a peach， 这是 peach 的口味。哎，你不要乱乱讲啊！你们也不要乱乱讲啊！这个很特别，所以我老婆就买来叫我看一下。又是老婆、啊，老婆大人你好了。哦，一包一包小小包这样的，哦，来试试看。好了，打开这个东西，看一下它有没有 beach 的味道。哇，有 beach 的味道，真的很 beach 耶。妈的，我笑到哭哦！蛋糕是不是很香？很香很香，可是很甜的感觉。吃过，巧克力就是一样咯，巧克力的，那里面，哇，啊，这个啊啊，它虽然是有。那个味道可是哦它不会有很重的那个味道在嘴巴里，很香耶，让我觉得一吃下去铲了一定很甜的，可是它没有到很甜耶，反而它的味道你吃下去是那个正常 Oreo 的味道，对，带一点清香罢了，它只有那个香味罢了，这个脂肪有 21.5 克，妈的我们要像小孩子这样拔拔出来然后吃那个，哇，你的舌头很厉害真的很棒，所以这个给几分？我蛮喜欢吃 peach， 我给到差不多是四分。我觉得我可以给到4.5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 peach 的口味。下面一位。哇，这个东西哦，我会比较想要看它的卡顿，你看，它会不会每一根都会不一样卡顿？不知道嘞，因为像我完全是不同口味嘛，我还没有买到一样口味哦。而且重点是本地品牌。那古力奶奶是咩呢？马来西亚的泡面。是嘞 ，What in Malaysia？ 是 Product of Malaysia。对，我老婆特地找到这款，我们 support 一下马来西亚啦。很少马来西亚会弄到这样。OK， 你看第一个公仔被老板骂，然后过来就写到6969的号码。哦，中彩票哦！哦，真的中彩票哦！一叠一叠呀，咩叠？哇，这个是有鱼汤的口味，葱油拉面拌面啊。八面，南洋咖喱面，我比较对咖喱有兴趣。对对对，因为适合我们的口味嘛。现在来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汤的它就直接叫你放水那些，然后干的它就会跟你讲要倒掉水。它有这个是味精，这个是酱料包，酱料包。好，它的米粉是幼米粉啊，咖喱面这边呢，酱料包，一样的哦，它的东西，可能它就是粉不一样咯，葱油拌面，哇，不一样了哦，这个多了一个油，而且、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干捞面的那个干捞油，哇，很期待呢 ，What that all in Malaysia 嘛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烫水先，哇，爱上的姑娘在河边冲凉，几百。这粉是白色的，我觉得应该是白粉。你好像在唱忐忑的感觉。阿萨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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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懂是什么？不懂哎。一个本地的版本阿迪达斯。阿萨蒂。阿萨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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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被广告植入了。现在我去放烧水，反正现在在等啊，我们没有事做，我们不是念一下这封信咯。其实哦，我有一种习惯，就是如果是我的前女友送我的信哦，就算分了哦，我都会放在一个地方，而不代表哦我对她还有感情，我只是觉得难得会有人用写信的，然后这样折成一个这样子，是一个心意来的，所以哦，我都会留住啦，就觉得很有纪念价值。哎，好了啊，这样我不用念了，没有要等了。还要等吗？要，这样你要听吗？想啊，我就不跟你们讲是哪个前女友了。想不到我和你在一起5个月了，却还不知道你最喜欢什么颜色。看来要和你在一起久一点才行，亲爱的点点，你辛苦哦，每天做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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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哦，做工做工。每天做工做工，可以休息是你的权利，也是给我一个安心，宝贝啊！哇，到底要叫我宝贝还是爹爹呢？宝贝又是谁？哦，每一天都会想起我在金马伦的。
你对我来说是最最好的男朋友了，笑屁！因为你会讨我欢喜，完蛋了。我还有一封哎，这个算是最近的，这个他是叫我 BB 的 BB， 这个洗哦，他是这个洗是什么？没啦，这个就是知道我没有什么头发嘛，额头前面呢头皮也要喷一下，我爱你哦，宝贝这样，所以这些纸哦我都会留下来。是，现在哪里有人这样写字然后这样贴给你？对，通常只有爱人才会这样做啊，真的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老婆也是会这样子写字条给我，然后我是存在钱包。在上上几个有写给我的，我都有存在家里有一个保险箱，就保险箱，因为是放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这样子。哎，上次我们来开箱一下那个保险箱。要不要看好了，因为面要好了。刚才娱乐效果，因为太久了，我怕你们闷。我们开箱米粉。我觉得从米粉开始，因为呢，我们这种减肥的人呢，最推荐吃米粉。你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讲的米粉哦，它不是直接是淀粉，它是已经是过滤一轮了的。减一个肥，你懂很多。是啊，但是还是减不到了。恶魔之一。好，这个是鱼汤来的，会有鱼腥味吗？我吃不到鱼腥味的嘞。你吃不到啊？你其实吃得到了，你只是不吃了。对，我的意思是我接受不到。要先试一下它的汤先。哎，真的是奶奶的嘞，你看，不是那种清汤的汤哎。好 local 的口味。狗味啊，口味。这是我平时在外面吃那个鱼汤米粉这样子的那个味道，对，是很接近的。来，我们吃卡的米粉，汤不错，米粉应该也是不错，因为米粉是吸收它的汤的味道。我们就吃下去看一下。我呢就不能吃太多的啦，我觉得它这个汤，只要它的汤 OK， 米粉是不会太差的。对，而且它米粉不会好像烂掉这样。这些 OK 吗？给大家看一下我平时吃什么鬼东东啊。OK， 我平时吃的东西呢，有豆干，有两粒鸡蛋，非肉类蛋白跟蛋白嘛，它肉类水果跟蔬菜，肉类鸡胸或者鱼肉也可以。其实我觉得鱼肉应该会比较好，不是？猪肉是最差的，因为猪肉脂肪最多嘛。第二就是鸡肉，鱼肉跟牛肉是最好的。我以为牛肉很多脂肪，只要它是天然脂肪就 OK， 只是猪肉的脂肪特别多，但是还是可以吃，因为它还是蛋白质嘛。OK， so 我们下一个咖喱面，它的都是奶奶的感觉哈，那它的特色哦，它的特色，我觉得它的面眼睛这样看很弹口的感觉，那嘴巴咬下去会弹来弹去这样。哎，这个汤让我觉得有一点加分，是因为没有油油的感觉。对。哦，哇，比我想象中好哎，好像现场吃的感觉。哇，这个 OK 啊，谁哟？妈，要不要吃？我吃饱了。没有，你要关掉机先呐。不能吃啊，关机了才肯吃。喜欢抓的。可是面，你吃了先呢。我觉得它的面有点酥的原因是好像不弹嘞，它的面就是属于比较最普通的北面的面，是好，所以这个面我觉得面就还好，不过它的汤是 OK 的，它的汤真的很特别，我觉得它的汤可以。下面因为我们来吃这个，哇，终于来一个干了，哎。它这个面又是对的哦，这个面才是对的吗？对，就是悠悠这样，好像透明这样。如果它是这个面的话，应该是不差了。咬点过去，但是一下跟它捞进去。啊，不要讲，我们没有给你机会啊，我们是很认真的试吃评审团来的。哎，这个面才对的嘞，还是你煮的问题。也是个人口味啦，反正有些人会喜欢吃那种粗粗糙糙的面呢。研发的人不可能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会推出来嘛，毕竟我们研发鸡排也是这样子的。而我喜欢吃的，我当然才会给你吃的嘛。现在我们来试吃它的干捞面，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味道。真的吗？我闻看什么味道？哦，就是干捞面的味道咯。干捞面有香的吗？它的这个不香的。它的黑酱油味。我觉得干捞面最基础要
有的那个味道啦，在我这边呢，嗯、香味甜酱的味道，都是没有一点甜味的味道。味道啊，我讲那个香味啊，没有。可是吃下去呢，那个味道不上不下这样哎。可是它的面真的好吃，因为放去这边是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所以我是觉得它的面可以，它的酱料不喜欢。来 ，baby， 来。怎么？嗯，怎么 ？OK 哈，了解。你看不到的表情，它是这样的。怎么？我是觉得可能个人口味啦，每个观众看完我们吃东西哦，都会有一种疑惑，哇，吃到这样好吃是不是真的、哦？是，不用紧，你去 test test 看，这些都是本地的。如果真的是觉得我们讲的东西不是真的话，你们都可以来试吃去买来看一下。哎，这是在哪里买的？上网买。上网买的。D-O-R 然后嘟嘟那个是 D-O-D-O 是嘟嘟是豆腐人OK D-O-R多多努多啊，我们现在要评分对一二三，我们先评这个3.5三分，这个咖喱3分2.5分，好，这个我是给到2分而已，不是我喜欢的口味，它的面是好吃，我这个1分，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看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评分，是我们的个人口味，一个参考意见罢了，支持一下本地品牌啦，它还有漫画给你看，它很用心的画漫画给你们看，怕你们吃东西太闷啊，还可以这样一边吃一边看，看完了再吃，再重复看，不然呢，另外一种方式，它这边有6格嘛，你第一口从第一看一个，第二口再看第二个。今天就带你们试吃本地的多多努德啦，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分享订阅以及点赞，还有阿雅的 channel， See you in the next 开箱影片，拜拜。哎，其实你懂这个为什么这样喜欢配在咖喱里面吗？对，然后每个人一咬的时候好像爆浆这样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这个恶魔，嗨！